you back to win. Do your thing like it ain't meant to win. Shake, shake that ass, girl. 首先那个吉普啊，我们选吉普要把那个筋完全去掉，然后改小，改小，尽量把里面的所有东西去除干净。然后我们用刀背炸，边炸边剔除里面的筋。然后我们鸡餐打好以后，我们就现在开始调味。我们首先用姜葱水把它化开，少量多次加。全部化散。我们鸡蛋呢就只选蛋清。现在下一步就开始炒。